今天我们吃炒的这个牛皮豆干，牛皮豆干炒肉丝。这个豆干收到货之后，可以切片炒辣椒，或者是凉拌、烫火锅都可以。四川的，我们这边没有人卖，炒一下我觉得最好吃。嗯，啊，真的好好吃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这个毛豆炒牛肉，这是巨下饭，配手撕包菜。哇，好辣！
拜拜。炖了一份羊肉，带皮羊肉。放了粉丝跟白菜。好好吃啊。瞬间就转凉了，好适合吃羊肉。我吃好了，不过真的好好吃。我这个用砂锅煲了2个小时，